咱的台南市议员梁介先的啦吼，人称梁介先，就是台语讲啊足练顿啦吼，啊讲起来算台语第一流的啦吼。啊，我每一间咧去咱的地方咧走咧走乡镇的时阵吼，咱有真侪乡亲拢甲我讲，讲哦，听到吼，伫电视政论节目内底吼，咱有这个市议员谢梁介吼，伊的台语讲啊有够好。张委员他本身平时他就对这个母语啦，还有本土文化的保留，他很用心了。那他看到，他大概他也说，好像我比较在这一方面，讲的比较多，用的比较多，所以他认为说他在推广这个本土文化跟母语的保存呢，那是不是请我来跟乡亲交换一下意见呢？啊，我认为讲这大家身为台湾人吼。啊，咱这个母语河洛话，而且尤其我和大家了解讲，咱的河洛话是来自中原的汉文中原话。